日本狙击手啊，他就是只有一袋米，然后要带一个火种，一把大砍刀，在丛林里头砍出一条路来。那丛林很密的，就跟栅栏一样，几乎你要一路砍，砍出一条小路来，到了那个大路边上。你选到一个点，爬上树去，把自己捆在树上，捆在树上就等，等到你有人经过，就开枪打。看见过一个日本狙击手的眼镜，他那眼镜是两个黑的，全黑的，你看看好像就看不见了。你戴在眼镜上。这个右眼正中间有一个非常小的针孔，他就是靠那个针孔来瞄准的，他那个枪上面好像还没有望远镜，他自己呢就是在树上待一天，然后晚上天黑了，他就下来，下来就自己烧东西吃了，米吃光了就只好吃芭蕉叶子。所以，他煮芭蕉叶子的罐儿了，什么都看见了。这个狙击手呢，他一暴露，他就要牺牲了呀。所以他也很珍惜他的生命，他打的人要官儿越高越好。所以，孙立人在前线那个丛林那一段的时候，孙立人骑马也不肯，那个汽车不能走呀。那官儿都骑马去，但是在那个丛林里不敢骑马，得自己牵着马走，壮得跟马夫一样。否则的话，他看见你，你看不见他，他在树上那叶子里头，那么他看见你穿这个皮靴的，那肯定是官，带着什么符号的金光闪闪的牌子，肯定是官，还把你打了。所以。在那个丛林的一段的时候，那是那个官就看着跟兵一样了，穿的非常一样的东西，土里土气的，官儿还牵着个马，自己的马自己牵着，像个马夫似的，这样的，没有人敢穿黄皮靴的。